现在是2020年5月15号，现在是美国洛杉矶时间的13:17。我那个左边呢不舒服，像有点酸痛，也不知在牙齿上酸痛，那还不知道在哪里痛，反正也不在面颊上，也好像也不在牙齿上，反正有个痛点，感觉有个飞碟啊，一个飞碟啊，对着这个地方在照。一个光线往那边照，好像在海上，海上，这边有好多那个舰，好多舰围在一个地方，好像围在一个地方，水下有东西围在一个地方，围困在一个地方，有几个舰围困在一个地方，下面有个潜艇应该。应该是核潜艇这一类的，核潜艇，然后飞碟一束光打过去，核潜艇，然后飞碟啊，慢慢把它那个核物质把它抽走，再抽走，慢慢去把它核物质抽走，慢慢把核物质抽走。抽走啊！这就像那个，就像一个做那个跟牙科手术的时候，一个麻醉药插到一个牙齿里边，当然打麻醉药是打进去啊，是往里面推的，它是抽的，相当于插到喉子里面把它抽走了，抽走了，然后呢？然后啊，这个核潜艇呢、啊，核潜艇，这个地方啊，这个地方啊，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至少有5艘船，接收到了那个求救信号，显示核动力异常，这个时候啊，这5艘舰试图营救，但是也不敢营救，想营救，也不敢营救。为什么？这是有自己的啊，或者叫友军了啊，友啊，朋友啊，友军了。照理来说应该营救他，但是因为核物质出问题以后，其他几个也不敢营救，然后那个飞碟啊。像一个针管啊，插到他的那个核潜艇的核物质里面，抽，好了，没了，抽光了。当然，这个是个仪表上肯定是显示异常，但是呢，这个时候实际上可以研究，没有核物质了，但是没有核物质这样的情况，一般来说人家是想不到的，这个眼睁睁的看到那个核潜艇呢、啊，在那边、啊，大家无所适从啊，无从下手。未来会发生这样的局面，未来会发生这样的事情，先向大家预告一下啊，好，再见啊。刚才那个，说那个有点酸酸痛痛的感觉，就像那个，现在我知道了，所以我为什么说也不像面颊上，也感觉像牙齿，但又不像牙齿上，为什么？摸摸也不对，但是有点怪怪的，那个什么，就是那个豆芽。拔牙齿或者做牙补牙的时候，这牙科有一个做手术，牙科有一个做事情的时候，他会打了麻药，打了麻药以后，你就感觉是怪怪的，但说不清痛点在哪里，也说不清楚到底有没有痛。哎，就那个情况呢，就像一个管子插到那核潜艇里面，直接插进去，然后把那核物质吸走了。预告，这是预告啊，警告大家，未来会发生这样的事情。好，再见。